左派道老闆娘過了日本，好像二月尾的時候，那日本是沒有東西賣的，但就玩了各個所謂的很無聊的夾公仔，這個是其中一箱，今天跟大家開箱，大家有多無聊。有很多人夾的時候，不知道會不會像我一樣，不是你自己想不想要，是覺得夾到就會夾到它。以外不知道夾隻熊貓回來做什麼，還要是不止一隻，兩隻，三隻，四隻，好，四隻，是有五隻熊貓的。的時候是完全不知道為什麼，做什麼接著這個，這個真的不知道什麼來的，應該是電到自己的東西吧，這個一間先看，這個應該不用電，今天就沒有燈了，哦，這個比阿哥好，不知道什麼，沙灘魚叻，那些叻過那些，哦，這個都用得著的，還有兩包，最好是個直升機塞回去可以，但你認為你的兒子會不會塞回去，還有38個，最好呢，仲有相簿，而家應該冇乜大相嘅，都唔係嘅，幾 R 幾 R 啊？唔識喎，跟住仲有麵包超人零食杯。那條魚不在這裡嗎？ Pokemon 那條鯉魚王不在這箱子啊，我識估大家夾這些之前呢，真的要考慮一下，我們夾完是要在日本拎住的，在條街上拎住箱子的東西，而且起碼可以寄船舶使拎翻嚟咯，跟住有箱公主嘅，哇！佢有貼紙啦，呢個估唔到係咩嚟，毛巾，飯團，佢哋擺飯團。Okay. 真的不知道夾回來做什麼，這些完全是看到它放在那裡，你肯入錢讀一讀就會跌下來，那些東西還要不是一個，是不知道為什麼要夾兩個今次這箱就是這樣了，
我想要的那些应该不是这箱，不是这箱的。好，今次拍住这么多先，过两天再开第二箱的时候再拍个片。开箱不是问题，是怎样找地方安置这些东西才是问题。全部都花曬佢。咁、今日嘅開箱就係咁先，而家要係要揾地方安置翻呢扎嘢，下次再拍片，睇下再有啲咩古靈精怪嘢夾到啦。拜拜。